年十月有一个乐团成立，一直到现在50年来流行的影响了流行乐坛。那这首歌被史上被翻唱过最多次，我们也以这首歌来送给所有支持我们、爱护我们的听众。那希望在岁末的时候，当我们回想过去，能够想到重要的人；当我们遥想未来，可以每一天都比一天要来得更好。谢谢大家。To hide.